哎，为了生活没办法，在赶工啊。好。宋朝时期，湖南潭州有个铁匠叫黄生，大家都叫他黄打铁。黄打铁一家四口，全靠他一个人打铁养家，生活过得十分艰辛。黄打铁做梦都想早点脱离这种辛苦的生活。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有一天，一位云游僧路过黄打铁的铁铺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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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，您快快请进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快请坐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一路辛苦了，喝点水吧。感恩施主，阿弥陀佛。师父，我家穷啊，这点茶饼供养您，您莫嫌弃。阿弥陀佛，感恩施主的布施。请问施主，你姓什么，名什么？师父，我姓黄，叫黄生，大家都习惯叫我黄打铁。黄打铁，以打铁为生。今日承蒙你布施给师父饮食，我没什么好报答的，我就送给你一句话吧。师父，请说。你为什么不修行呢？修行，师父，修行虽然是好事，无奈我终日忙忙碌碌打铁，哪有时间修行啊？阿弥陀佛，有一个净土念佛的法门，虽然在忙碌当中也是可以修行的。你可以打一锤子铁，就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抽一下风香也可以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长期如此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到你命中之时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师父，真的有极乐世界吗？当然有了，极乐世界是真实不虚的，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的。佛在经典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当中告诉我们，过此十万亿佛度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度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极乐世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极乐世界有七宝池、八功德水，我们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莲花化身。所以你不用怀疑，因为佛是不会骗我们的。黄打铁，来。师父现在就教你念佛。好。这个铁锤我可以用一下吗？师父，原来你不念佛的时候打铁一定是非常的灼热，非常的辛苦。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每打一锤铁就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
每打一锤铁就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样长期以往，你就会越打越欢喜，越打越自在。来，我试试。师父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 佛。师父，是这样吗？对呀、啊，太好了，一学就会。哎呀，师父，那我抽风香的时候也可以念佛喽？你不仅抽风香的时候可以念佛，你行住坐卧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都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 佛。哎，师父，那我也可以修行了？你当然可以修行了。师父，快快坐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修行，因为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都可以念佛成佛。净土念佛法门，三根普披，立顿全修，无一人不当修，无一人不可修。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不仅可以减轻你打铁的辛苦，还可以让你永脱六道轮回的巨苦。黄大铁，师父，今日我们有缘，师父把这串佛珠送给你，结个法缘。感恩师父。戴上吧。今日师父教你念佛，希望日后有机会，你能够劝更多的人都来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一定的，师父。师父还要赶路，就先走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，那我什么时候还能再相见呢？你快起来。佛说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黄大铁，轮回路线无常迅速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。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呢？所以我们今生一定要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再见。我记下了，感恩师父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。从此以后，黄达铁有了这句佛号相伴，他再也感觉不到那么辛苦了。黄达铁一边打铁，一边念佛，一边阿弥陀佛拉风箱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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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他一边拉风箱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边念佛，神情轻松愉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与先前显出鲜明的对比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有一天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他的妻子不解地问道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。黄大铁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黄大铁，南无啊！我说你累不累呀、啊？这一天到晚打铁就够辛苦了，还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不是更累更辛苦吗？你不知道啊，打铁，我感觉又累又辛苦，但是自从师父教我念南无阿弥陀佛之后，我现在感觉完全变了。我现在一边打铁一边念佛，我感觉打铁没那么累了。在这个火旁
也没有那么灼热了。我现在越打越轻松，越打越自在，越打越欢喜。我将来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我还要继续念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。好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天天的。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有这么神吗？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黄达铁念佛，达铁达铁念佛，佛号精进不懈，乃至于行住坐卧，一句佛号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不令间断。三年功成。有一天，他对妻子说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来了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准备一套。”干净的衣服，我明天要回家了。啊，回家？这不就是你的家吗？你要回哪个家呀？我要回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家。啊啊，真的有那么一个地方？是啊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？那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我也要去。哎，我念佛，我可以去。你要想去，你也要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哦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对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才能带你去啊。哦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我念，我念，我天天念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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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黄达铁信心坚定地边打铁边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第二天。南无阿弥陀佛。黄达铁沐浴更衣，欲知实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十教中特别的法门，三根菩提立顿全收，等觉菩萨不能出其外，忤逆罪人也能欲入其中，不断解惑。得出轮回，即此一生定登佛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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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老邻居，老邻居，你。帮个忙，你帮个忙，赶快准备纸和笔，我有一首寄送，麻烦你帮我记下来。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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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老邻居，我走了之后，你要把这首寄送广泛的传播，劝更多的人都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你记好，叮叮当当，九炼成钢，太平将近，我往西方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说完，黄达铁站立着往生了。此时，西方三圣清净海众见前皆云，众人惊讶，纷纷合掌，一起唱念南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的念佛行人深受其感动和鼓舞，都因此信佛